我想问一下，我儿子是工作在那个，我儿子是属猴的，他是92年的，他现在在那个北京，在北京我去求观音菩萨，也是给他烧的那个，给他多念的念的小房子，然后他给落的安稳在那个海尔集团了，海尔集团在北京，你看他能工作能稳定吗？你帮他多念一点经就好了，好吧？这种要孩子，这种要孩子自己念最好，听得懂吗？单单靠妈妈帮助他就很危险，不稳定的。哦，明白吗？要孩子自己经常，哪怕念念观世音菩萨圣号都好，好吧？行行行，好了好了，